如果你有看我之前下定特斯拉的影片的话，就会知道我们车子的外观的颜色是没有加钱的，然后那个颜色是银灰。我们原本想说会蛮怂的，但是实车看到的时候，其实也还不错。这个颜色看久了还是会有点小腻啊。时候到了，差不多该帮车子换一件新的衣服了。没错，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帮我们的特斯拉 Model 3 LR 来包膜。换新衣服的话，他会定期换吗？这个价钱定期换可能要非常有钱了。我们已经跟厂商约好时间，甚至连颜色漆都已经调好了。Tiffany 蓝色系其实是选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两个要挑。一二三，完了。为什么？我决定了，这个啦，听你的，这个。一定是听老婆的啊！听老婆，接下来备料的时间就拜托你们了。喂，包膜这件事情，我们正在颜色还有材质上面做了很多的犹豫，像你看什么改色膜啊、犀牛皮，然后色膜，还有分国外的、台湾的等等。我们选好了，对，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厂商那边贴膜吧。我们是六月交车的，现在八月快底，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我很好奇，我们现在开了到底多少的里程数？6415公里。这也很合理啊，因为我们台南台北跑开一趟来回就已经600多公里，就已经赢过很多人了。电耗160，应该算是普通的电耗吧。现在台北真的是超热的，幸好我贴隔热纸，不过我觉得天花板还是贴那个遮阳帘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车体主要还是偏深色系，在太阳底下吸热的效果还是很夸张。炫耀一下我刚从日本买回来的鞋子，这双 Adidas 在 Outlet 买，台币才700多块，快到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包膜厂商。有点歪，我超逊的，只好麻烦老板来帮我移车了。Hello， 终于到了，我们从台南来找你包膜了。最近刚好是特斯拉的交车季，刚好这边都是特斯拉来贴膜。这边刚好有一台车是跟我们颜色一样的，没错，对他们也是要包膜吗？对，它是贴消光犀牛皮，就是跟这个蓝色的一样。这一批交车的车主几乎都是贴消光犀牛皮。我们选的颜色其实是也有犀牛皮的版本可以选，不过因为我们看了色差之后，艾琳觉得比较喜欢改色膜的版本，看来艾琳还不太清楚。对，我们请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等我一下。所以这个材质就是犀牛皮的颜色。那改色膜是什么？改色膜就是像这样子，它的膜的厚度会比这个比较薄一点，薄一点，对，但是颜色选择就比较多。对，像现在改色犀牛皮这么多颜色的比较少，然后它的颜色也都比较死板一点。哦，难怪选犀牛皮的，他们都会很容易选到一样的颜色。对，因为黑色啊，好看的就是比较那些这样子。大家虽然说看到色卡，但是实际上包上去跟之后的样子是完全差异很大的。啊，这有很多人贴吗？你们这边目前我这边还没贴过这个颜色。哦，真的、哦？那我们的 Model 3要变成那个稀有神奇宝贝。对，欢迎来捕捉我们。那改色膜跟犀牛皮他们在材质上面会有差吗？会，保护作用还是有差。哦，犀牛皮一定保护作用。对对对，因为改色膜主要的作用就是改色。上个月的时候，就是后面其实有稍微撸到一点点。哎呦，我看到了，有点悲剧，超伤心的。不过还好它没有就是整个去损伤到，它是比较平的，所以贴膜不太影响，就直接贴上去就可以。那如果是贴犀牛皮的话，像这样程度的磨伤，会只伤在那个皮上面吗？它好像有一点伤到底漆，所以这个还是要碰碰运气。哦 ，OK， 所以犀牛皮虽然说有保护力，但是太深了还是太深还是不行。对，那我觉得还是很容易撞伤。多少会啦。但是犀牛皮的话，如果它一旦受伤的话，如果要换就要整个换掉，对不对？不能補。对，也可以用补的，但是效果就会比较明显，就是很看得出来那里是补一块，就有一个贴布的感觉。对，那改色的话会比较没那么明显。另外一个我很伤心的地方是我后照镜，这里卡到一个。好像这个要换的话要4000-5000块台币吧，但贴膜就是贴上面这一块，下面是不影响的，所以贴膜好吧，就先放着。那如果开久了，那个颜色会变色，或者说会有色差？犀牛皮它会有点黄化，每一个牌子都会，它里面有胶，胶如果晒太阳就多少会有一点变色，对，这是正常的。改色膜的呢？改色多少也会有一点点色差，但不会像犀牛皮这么明显。那使用寿命的话，一般一张膜会大概会多久需要换？如果没有碰伤的状况，像 3M 的话，大概可以撑最多的话大概要3年左右，可是要看每个人用车状况，有些人可能长期曝晒啊，然后没有在顾车，就会比较没办法撑那么久。
洗车也是正常洗，这样正常洗，对，只是要洗车，很多人都不洗车，会有脏东西 K 到这样子。等下卡在上面也是会咬住的。最多人选的是什么颜色？最多人选的其实近年来是 3M 的这个灰色，就是跟宾士原厂一样的颜色，偏低调，但是又比较有质感一点。所以也跟就不就跟特斯拉品味有关系。虽然说这个颜色看起来是一样，可是其实那个质感是有差的。对，它有点金属亮粉感。女生比较不能理解，另外最多人贴的话也有这种白色亮粉白，这个也是很多女生喜欢的，这蛮美的，因为它跟原厂的白比较不一样，这个特殊的。对，哇，说真的我还没有勇气这样子贴，在车上在路上开会反光超炫的啦。之前我上特斯拉影片的时候，有一个 YouTuber 维维先生吗？哦，维维先生，对，就是他 Benson。 我一开始看他的账号的时候想说，哎，他怎么留言留得这么专业的这样子，后来发现他也来你们家包膜的、对，他是贴蓝色吧？对，他是消光性油皮，就像这样、他就是贴像这样子的。从影片上看的时候跟现场看其实还是有点差别，有一点不一样。微微看到这一集记得在下面留言哦。贴膜的话要4天到5天，对不对？对，建议最少要帮我们保留4天，不用先洗车就可以啊？都不用都不用都不用，对，因为我们会自己再做一次清洁。现在是这样子的颜色，4天后你就会改头换面，那就麻烦好事等我帮我们贴这个神奇宝贝的颜色。OK， 那我们就4天后见，拜拜。可恶，过头了！我刚刚已经稍微瞄到了我们车子的颜色了，我有点难以置信。我刚才车上最早我都没看到，是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就是还要再烧包。真的假的？刚好这边停了一辆是我们之前的那个银灰色，大家可以先记一下这个颜色。然后，来，我们来看我们的新车了。哇，好猛！第一次看这么漂亮的车。你喜欢这个颜色吗，贝贝？喜欢，我也喜欢。我真的觉得换了一个模片，一台车。你知道我的那个隔热纸啊？我上次选隔热纸的时候，特地是有选抗菌，然后它是带一点深绿色的。所以跟这个颜色它倒是蛮搭配的，我觉得这个包的很好哎、欸。我们是选的是消光的颜色，然后整个大面积这样子看起来超漂亮的啊。哦，你说这个啊？对。老弟想要贴这个颜色。我要贴这个颜色。你以后买特斯拉。真的是帮了我换了一辆新车哎、欸。我目前没有看。目前没有在台北包过这样的膜。对。我真的没有想到，这辆车会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冲击。我终于可以体会为什么那么多人特斯拉会想要贴膜了，因为真的帅太多了。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车有点心动的话，也想要贴膜，就是我也跟 Lauren 凹到有看我影片观众的特别优惠。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我的影片资讯栏看，我会把详细的描述放在里面。怎么样，新车可以吧？欢迎大家看到这个车就都要来找我们拍照。这个颜色吧，对对对，这里这里，这个这个，然后哇，我们车直接变了，哇，有像。车辆检验室，我们等一下要在这里验车，因为包完膜之后整个车子颜色变了，换型照呢它必须要检查是不是有一些车子的机能受到了改变。我们要拿型照，有一个网友跟我说有点像是那个芭比色，就是卡通跳出来的感觉，超好笑的。我弟说像杰尼龟，就是水系神奇宝贝。我们这个颜色真的是其实我们也想了很久。有吗？我没有想很久吗？有啦，我自己想很久。我原本在社群上面是跟大家说这是爱琳选的颜色，但其实这个颜色是我们两个融合我们两个的喜好颜色。最一开始是说你想要像是青苹果绿，那样子颜色，因为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啊，我第一次送给爱琳礼物的时候，我就知道爱琳是喜欢青苹果绿这个颜色。就他送我一个超没用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吗？他送我一个青苹果。
绿的青苹果的小装饰品大概这么小。我自己喜欢的颜色其实是天空蓝，所以我原本有想说车子的颜色要改成说迈阿密蓝或是说湖水蓝这样子。现在这个 Tiffany 蓝是融合了我们两个喜好的颜色，欸，不觉得这样故事很完美吗？哇我们刚刚缴了费，然后现在就是要往这边走，变车子的颜色。变车子的颜色。好，那边玻璃放下来，等。睡过了。这边还有一关啊。哦，还有一关，变这个颜色。浅蓝嘛。对，他其实也没有很确定说到底是什么颜色。他们应该讨论是浅蓝还是浅绿。我觉得是浅蓝绿吧。我觉得应该比较偏浅蓝。我们刚刚经过的第一关就是它会量测那个车子的车距啊，然后前轮跟后轮之间的一些距离等等的，一下就 pass 了，所以就继续往前开。所以继续往前开，对不对？对啊，往前。老实说，我觉得开这样颜色的车子在路上跑，真的要有点齿力耶。很爽。很爽。有一个妇女经过，然后他们就对我们比个赞。因为外国人，他们比个赞。实体看到的时候，第一个瞬间是冲击的，但是越看越顺眼，然后真的是美到不行。总之呢，我们的行照上面已经变了颜色，结果呢，最后他给我们判定颜色是浅蓝色。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任性的心愿。然后换了这个颜色之后，我自己觉得心情很好，每天都很像是开车要去海滩一样。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很适合跑去那个湖边啊、湖畔，或者是跑去海滩，有蓝色的天空这种感觉。还有一件事是我包了魔咒才发现的，就是说警察有比较大的几率会去临检这些颜色比较怪异啊，或是有改过明显改过车的这些车子，没有先来换这个车子的颜色的话，那临检要是被罚到的话，好像是要罚钱的。总之就是我这一次包魔的这个体验，那我也可以很清楚体会到为什么特斯拉就是要包魔，因为特斯拉包魔真的是帅气指数比其他车型还要帅很多。哎，这个颜色是帅还是美？我觉得它又帅又美，啊，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像这样的车子的话，欸，说不定就是我们咯。好了，那这就是我这一次包膜的全部体验。如果接下来对特斯拉还有对这个车子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了，拜拜拜拜。